徐雅涵的英文名叫做 Candy 哦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到，这是你的第二张专辑，就叫做《天使》。对，这张专辑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很辛苦啊？其实不会，我觉得写歌就像在写日记一样。对，只是把当时那种特别的感觉记录下来。好，我现在要再吓吓大家了。其实你会很多种乐器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会多少乐器？我会钢琴、萨克斯风、爵士鼓、吉他，还有口琴。你怎么会这么多啊？你是不是还在学新的东西？对，就一直在学新的东西。然后爸爸一直告诉我一个观念，就是把乐理学好，然后把一些概念学好，其实有很多乐器就通了。像你现在音乐已经学到一个段落了，一个阶段了，那你现在一般上音乐课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程度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吗？其实我现在没有在上音乐课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都是爸爸妈妈教我啊。哦，对，然后我在学校也没有参加，就是比如说一些什么音乐班哦什么哦。对，那因为爸爸觉得家里都有东西要练，然后出去外面也有东西要练，怕我会太忙。对，所以你本来你就没有上一般的音乐班。对，然后 就是上很普通的国中和国小。哦，所以你就把它分开。对，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做什么事情，该玩的时候就玩就对了。对啊，在学校该疯疯了就疯疯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来问一下，12岁的同学，现在都在玩什么？而且现在你好厉害哦，你连 Facebook 的人数都已经2000多人了。对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找到你呢？其实大家只要上 Facebook， 然后上面打徐雅涵搜寻，然后就会看到我就是的宣传照，然后是穿那个粉红色的朱大夫，就是你了。对，那个就是我。那粉丝团呢？粉丝专业的话，就是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就是连接哦，也可以连接过去，所以两个地方都可以。对，因为刚刚雅涵跟我讲说很担心，就是人数如果说超过了之后就不能加了。对、啊，那粉丝团就比较没有人数的限制，所以大家呢还是先加入粉丝团哦。对，其实你已经累积了许多的歌迷朋友啊，有没有在你的粉丝团有些歌迷朋友对你说的一些话，让你印象非常深刻，或是他们做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呢？其实昨天啊，我有节目录影，对，然后要上就是录摄影棚，对，然后他们呢还特地啊，然后就跑到摄影棚那边，然后就为了跟我说一声情人节快乐，哦，对，然后还送我情人节礼物，然后就是他们也非常的好玩，然后真的也很谢谢他们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，就是高中生的大哥哥大姐姐，还有人从桃园特地搭火车上来，对。哇，这令你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对啊。OK。